两只可爱的猫咪悠闲趴在沙发上，温馨舔舐，让人融化。大只狗狗毛茸茸的毛发，耳朵不自觉弹动，让人看了会心一笑。现代人养宠物已经变成趋势，却有网友发现，宠物居然还能点光明灯保平安。 看看这布条上写着“点宠物平安灯赠主人光明灯”，让原po笑称原来我才是配角。网友也觉得超神奇，这世代宠物当道啊！请问宠物是有要升职还是要考公民吗？一种宠物不平安就连带主人家不会光明的感觉。宠物也像自己的小孩一样。这个活动我觉得很棒，这些都是旧的观念了，现在要 update 一下。嘉义这间城隍庙的光明灯，一般人单点要300元，宠物灯原本是600元，现在加赠主人光明灯，相当于是买一送一。有蜥蜴、蟒蛇、河豚，甚至白兔、白鸭、猫狗，还有最为特殊的帝都，蜘蛛也有，对对对，蜘蛛也都过来点了。宠物灯推出一个礼拜，就吸引百人来登记，宠物品种也让庙方人员啧啧称奇。哎，这一杂包都会用那个站间。宠物是主人的心肝宝贝，可爱模样看了超疗愈，没想到庙宇居然也提供宠物光明灯，让主人们大开眼界。记者侯国文，嘉义报道。 我是方燕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，请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燕迪，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